爱之家成立已经21年，我哋庆幸仲可以运作到今时今日。关爱之家俾人嘅感觉系一个大家庭，俾嗰啲因为各种原因唔可以翻屋企嘅女仔一个栖身之所，亦都让佢哋感受到家庭嘅温暖，被尊重、被接纳、被信任。这个世界你对人好，人未必会接纳你，特别是受到创伤的女孩，她们对爱时时都会感受到猜疑、不信任。所以你对她们好，她们会用一种奇异的眼光来看你。曾经就有一个女仔，她成个大家姐这样到处聊事斗非，用粗口闹人，甚至闹我。了解了她的背景之后，我就慢慢释怀，继续爱她，包容她。她已经离开家社很久，但是当她一有困难的时候，她就会打电话给我，这个就是我最大的安慰。关爱之家的女仔成长真的不简单，但是当她们长大成人之后，都会有同理心，不计较、不追求回报的方式去爱人。这个就是我们关爱之家面对任何人、任何细路的宗旨。